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我靠，啥情况啊这边？说飞就飞，这才行，我操！太崩了，我天！乱杀，我操！要命！我靠，这晨星加这个剑圣，我操，嘎嘎乱杀！我吐了，兄弟们。什么有大吗？关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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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火帽，我踢了火帽。踩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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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翻盘了！翻了翻了，兄弟们！大招不急，大招不急。辉耀伤害远远低于 A 杖，你出一个 A 杖就够了，而且 A 杖你出完 A 杖之后，你要想办法降低抬高自己的魔抗。下塔已被摧毁。
25级加自己的翻倍伤害啊，马上 BK 病。我们现在有回蓝吸血，然后有挑战，就是我们现在很肉了嘛，然后下一件就是降低我们大招伤害。我现在大招配合这个20和25级天赋，一个咬可以咬掉，直接把对面咬死，看到了吗？看这个锤心，一个咬就他走了。我就立马就看上去，他妈的一个这个跳摇对吧，带对面走，啊就你彻底掉了，但是看得到，你没有彻底掉的话他是看不到的。操，杀老弟。所以我们这把这个大劣势翻盘屠夫精彩吗？先走吧，我没状态。我来了，杀骷髅王。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我没有加血。给你一口魔瓶。哦操，我死了。下路我踢了，可以杀，可以杀下路，可以杀。四王可以吗？火枪手，火枪手，火枪手，火枪手！哎，我的，我加血没给到。火枪手，火枪手急速没了。马西，马西。我第一时间没给上啊，我第一时间我是想着怎么自己贴脸，然后意识到我加血可以给队友加，我的。哎，能逼他吗？我踢了，或者。那是勾，我在跟。靠过一下吗？得等一下。快走快走，有大他有大吗？有的有的，没事，我给你吃了两个。有鬼，直接开大，直接开大。小鱼收割了，墓碑没人打，生化危机了，我的
溜了溜了。墓碑能打吗？墓碑能打吗？有墓碑吗？魔晶效果是退化光环啊！高台，高台，在高台。三技能是减速，然后打基础伤害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出绿字装，要出白字装。对面全金赞应该吐了，我现在不加抗性，二技能只加力量，不加抗性。我靠，A 账了，他 A 账了，他 A 账了。我操，属性干了，力量，我方向需要支援。小鱼打幽鬼可太好打。四王墓碑得没有人点。熊猫来的话，那就是得再等一等啊，有人被牢住了啊，牢住吃饭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就有位置。Go go go 冲！哦，后面还有人。哦，这减速球还挺恶心的。哎，我操！全能二技能没有磨灭了呀，二技能加力量，所以这个英雄他没有特别变态。
走了，走了。我操，这滚滚，我操。溜了溜了，他跑得好快。我操，这个逼打不死，没有那个大引刀打不死，这逼好肉。熊火了，等熊开大，熊来，有 A O E， 熊来放大。
操，跑得好快！I'm Sumia，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